成为一颗发光的星球，终于能够为自己照耀一个梦。当我回过头看看我，才发现原来不知不觉中，那光就是我。想起了小时候睡觉前熄了灯之后偷偷点亮不睡的被窝，也许你也看本小说，不风是点亮了宇宙，想象中我飞过了星空，幻想着那许多不一样的我，到世界每个角落火箭少年。